接下来我们要换这个大圈圈要上场了，里面还有小圈圈。是来，等一下，抢答答对了可以送圈圈，但是不是这个大的，这个大的是我记得送小的，但是小的也很好玩，对吧？Sit down, please. 对。抢答时间到来。接下来要考验各位小朋友的，他那边怎么要看那里？看我这里来。哎，好像应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才对，所以不用急。我问你两个问题，答对了就送这个限量版的，今天限量版的，那个会弹跳小人，刚刚这边动了那个哈。来，第一个问题。你只要回答我这样哦。大圈圈这边是叫什么？另外一个直接把它关闭式。这个欧利伯小朋友了哦。爸爸妈妈可以讨论一下，千万不要直接告诉小朋友答案哦。没关系，让他们猜，让他讨论一下。来，我要给各位一点点时间，让各位讨论了。看，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摄影机蹲到这边好，这样小朋友比较看得到。为什么？弹簧的上面的圈圈跟圈圈的间隔，好，谢谢。为什么弹簧跟弹簧圈圈跟圈圈的间隔上面会比较宽，下面几乎是怎么样粘在一起？还没有，别那么紧张，你要先跟爸爸妈妈讨论一下最好的答案，只送给最好的答案的小朋友。我再问一次，为什么弹簧的上面的圈圈跟圈圈的距离会比下面的长？我们先一个约定了，不能讲专有名词哦。爸爸都很习惯讲胡克定律，谁知道胡克定律是什么？因为胡克不认识。哦，来，别急，还没有，还没说抢答，不要急啊。三十秒，讨论一下。慢点，我还没说抢答，在纸上。别急。为什么弹簧的圈圈间隔是上面比较长，下面比较短？请放下，我还没说抢答。抢劫！抢答！有录影存在吗？录影存在。请我们杜教授再来一次啊！杜教授说你们太快了，太可爱了。我在前面干嘛？要现在吗？站起来是没有办法参加比赛的。你太紧张了，气气而已。站长。好，再问一下朋友。好，这算是第一个答案。他说我拿的上面比较宽，下面比较窄。对，来换第二盘。来，我们先跳一个最好的，这样比较公平。来，因为上面是湿地，然后下面就你没有在湿那个，你就没有在拿。我没有在拿。我说你上面在拿，它就会那个。让我拿下面好了。倒过来。哦，倒过来。对。它不是一样。它不是一样。哈哈，对嘛？来。好，对。上面拉力比较大，你上面拉力比较大，下面拉力比较强，那他应该会跑啊。把我比赛，我算算把大力，他应该会跑对不对？来，妹妹。上面有固定度，下面有固定度，有啊，他下面不动吗？好，来，大姐，重力，哦，答案对姐姐，重力，来。因为上面是支力点。上面是支力点。对，上面是支力点。
上面是支撑点，然后下面不用支撑，它那个。好。不能用什么点哦？那个有专有名词太深奥了，我听不懂。地心引力。地心引力，来。地心引力。地心引力。你们果然是双胞胎，这答案都一样。因为上面承受的重量比较大，因为上面要承受这边的重量，然后下面没有人搭啊。送给你了，你答对了。因为上面的圈圈是不是承担下面所有圈圈的重量？啊，下面那一圈没有人承担。对吧？掌声鼓励。还没完，你刚刚那个是小儿科的问题。啊，接下来我要问这个小朋友预测一下，当我的右手放开，请问你弹簧会有几个动作？我没问你答案，我是问你几个动作。你猜可能会有哪几个动作？这个动作就好比所有科学家会做的事情一样，最近不是台大一个教授不是到加州去做研究吗？然后他设计了一个侦测器，侦测到了宇宙大爆炸的最初的瞬间。他来中大演讲。对，这个礼拜六他要到中央大学来演讲。已经讲过了。小朋友马上上网去看一下他的演讲，我有看到那一段。哦。他做的事情就是，他先在实验室里面电脑里面先猜宇宙大爆炸的时候会有几种可能，噔噔噔，可能有十种可能。然后他设计一个侦测器去探测。哦，好 B， 他猜对了 B， 他猜对了。他希望他理论猜对了，然后用实验去证明他。所以科学第一个动作绝对不是什么定律什么专有名词，他先猜。啊，所以现在我们现在完成科学这样第一个动作。请我右手放手，你猜会有几种可能？我不是问你答案了，我说问你有几种可能会有。还没有做之前，你不要回答我，动作弹起来。你讲啊，我来表演，好来。一样，我们从最后一排来。光。第二排来，你们妹妹，哎，随便讲一个可能性，不是讲几个。手放开会。对，手放开，你就有怎样？会掉下去嘛？对，好，它怎么掉？掉下去，你说维持这个形状掉下去，不是对吧？那你觉得是怎样形状？会缩起来，对不对？很好玩哦，有的人会觉得不会变形，就这样直接掉下去哦。不要笑，真的有人这样觉得，而且很好玩。好，那刚刚这位妹妹说的，会说怎么说？往上说，往下说，往中间说，边掉边说。哦，答案超级多个，你知道吗？你看我帮我猜，我都猜好几个，来看有没有别的小朋友猜出更好的答案。掉出去，哈哈哈！他靠别人在笑。他掉下来的时候应该会拉长一些。哦，你看他说会拉长，他猜到一个我没猜到的模型。他说，这样好了。他已经卡通看太多了，来。先往下掉，然后再往上弹。哦，不错不错。从上面往下说。然后再继续拉长。再继续拉长。太赞了！放下去，它会收起来。怎么说？是这样说，这样说，好，中间说，往，直接往下说，然后呢？然后放下它就会有点，就有点放松，就是不会那么紧，有点，尾鱼肚跑出来放松，还有没有？来。他们游泳，没有摇梦。你这个人夸张了，慢慢。就小摇，小摇摇来。这样说，这样讲。往中间说，往下说，往上说。来，最后一个。往中间说，好 ，OK。所以，二话不说，我们就到去证明，去外面证明。所以等一下我会跑到顶楼去，我会跑到二楼去，然后把它垂下来，然后你们就在下面看，然后请一个同学帮我接住，哈哈哈，对不起，用你的头这样抱住。
开玩笑了，而且我们帅哥最壮的那一个帮我贴。来，开始。好了。最后五可以拿出来。多少支 ？It's raining。下雨了。对。没关系，下雨了就放在里面种。对，然后我们拿梯子好了，请那个。好，那我们就不用出去了，没有更多的时间。本来就很酷啊，在二楼，就是我们楼顶顶楼，然后要有造型。没关系，大的有大的玩法，小的有小的玩法。所以等一下，我打算不告诉各位答案，然后每一组发一个，让你们自己先试试看。你有摄影机的，你有手机相机的，拿起来录，录完重播试试看，看答案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做完就全部来一起讨论哈。好，开始。哎，好。先每一组都发上去一个弹簧，应该够好，一组都一个。真的是要搏命演出的，对。哇，那我不要拖那么长了。这样不影响结果嘛？再低一点。好，你放手啊，没关系。这样吗？这样对不对？一个车要跑一个。你们手上也有弹簧啊，只要下去力量很大哦，所以我放在找一个软垫的。找那个软垫比较保险，砸你的手太危险。各位可以用你手上的弹簧先试试看，我用大的做跟各位用小的做答案是一样的。好，物理就是这么好玩，它不会因为 size 而有答案有所不同。有没有同学做？有没有小朋友做出来答案了？你觉得是答案是哪一个？答案是最下面那一圈几乎是不动的，然后所有上面的圈圈飘下去，它才往下掉。你会不会觉得这动作很像卡通？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动作，我觉得就像卡通。可是我们接下来就要问为什么。好，小朋友注意看，看懂？要放了。Magic， 有没有？最下面那一圈是不动的，然后全部都飘，还在。什么的孩子？好，这次我跑高一点。我爬到十楼去了。好 ，OK。好长哦，来，再看一次哦。Magic， 来去，接到谁放手？来，全班一起喊三二一。三二一。有没有？这些那圈是不动的，全部都丢下去了，它才下去。好，接下来我问你为什么？接下来课我在这里上，不用掉下去。开玩笑，来，往下去的，来。好。那爸爸妈妈不要要求小朋友要想到一个什么很妙的答案哦，重点是他没有思考。你觉得为什么是下面这一圈都不动，一直全部这里飞下来，这样子？大家都有重量啊，上面有重量，下面也有。不要从天上跑的，一路也不见了。这台荧幕的不见了。好，没事，我来，你先看。好，那各位看一下，要用高速摄影机拍的，你可能要比较相近一点。左边这个左边，好，这里跑掉了。跑来了，这里啊、哦。那爸爸妈妈如果回去想要让小朋友看一下这个影片，你可以把这两个关键字打下来 ，Google 里面搜寻 Slinky。这个弹簧是美国在1970年代开发的一个小朋友的玩具，它的商标就叫史林体。听说到2014年已经全世界卖了超过3亿个，
上一个。那小朋友知道哪一部电影里面有这个东西吗？玩具总动员啊。对，这是 Slinky 哈、哦。我讲这个你们最厉害了。Slinky， 然后长一个 drop， 那不是掉下来的意思哈、哦。来，看一下人家怎么解释的哈、哦。看英文啊，我也看听不懂，大家都猜的。先看一下他们的怎么做实验啊。Today I'm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talking to Rod Cross, who's done physics for many, many decades. Perfectly correct. That was a good theory of knowledge. Wow. So he certainly knows a lot about physics. And today we're doing an experiment involving a slinky. Can you tell me about it? Well, I have here a slinky in my hand. I'm going to hold the slinky by the top end, let the bottom end go so the slinky stretches. Dangle freely. And I'm going to ask the question, what happens when I let go at the top end? Will the bottom end fall first? Will the top end fall first?好，他现在做的动作是跟我刚刚做的动作是一样的，他在问说会有什么动作。Make your predictions and then I'll drop it. Ready, set, go. 所以爸爸妈妈应该体验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是要小朋友去记很多标准答案，我们是要去猜更多。更有更多的可能性出来，对吧？你给他答案就简单一个，但是可能性有无限多的。好，我们是刺激他们去思考，不是他们叫他们去背答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答案在哪里？好，这个哈。But this is going to be really tough to see. So how are we going to actually determine what the right answer is? If I were to drop it now, it would happen so fast you wouldn't really see clearly what's happened. So I've brought along my slow motion camera, and you'll see it at 300 plus frames per second, and it's quite spectacular. Well, that's ultra slow. So that's exactly what we need to sort out. Okay, then I'll go to the same. It happens really fast. All right. 3, 2, 1, drop.Wow, did you see that? I didn't really see which happened first. No, I need to slow that down. Well, let's go to a slow motion replay and see what actually happens.十个人看到这个影片，他绝对会觉得说这个是后置的，就是特效做出来。So for the slow motion camera, we can clearly see that the bottom end stayed completely stationary even after you let go of the top. It waited until the whole slinky had collapsed down the bottom before it itself moved downwards. How do we explain this? 好，那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于我今天有没有告诉你答案，在于我们有没有讨论过。所以我会给小朋友一张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 FB 部落格，很多小朋友都会利用部落格跟我讨论一些里面的东西，包括我带来研习课的东西，所以有需要的爸爸妈妈可以来拿啊、哦，借给我好不好？